直接就出戏了，我就直接看着他，那我就冷眼观看你一眼了。高海凌因乜解救会咁嘅态度对对手？近日高凌接受内地博主嘅访问，就自爆试过遇到一个对手，成身走气咁去到片场，对白又冇背熟，搞到佢当时即刻出戏。到现场之后全身酒气，对白也没有背得很熟，感情戏嘛，然后他也是那种假哭，我直接就出戏了，我就直接看着他，本来我想跟他一起很伤心的演，但是他演不到很伤心的感觉，那我就冷眼观看你演了，我就换一个表达方式，因为毕竟他如果演得很尴尬，你又全情投入，其实观众看也会很尴尬。不少网民看完都对高凌加了分，大赞他当时的反应专业而不失霸气。另外高凌都分享到他参加无限超越班二的其中一个主因，老师们阵容实在太厉害了，我在香港拍了十几年的戏，我都没有机会遇到他们，因为他们都是影帝影后级别的，所以这次可以受到他们提点两句的话就已经赚到了。